主料：低粉70克，鸡蛋4个，色拉油50克，白砂糖80克。辅料：泡打粉1/2小勺，蜜红豆、抹茶粉8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烤盘铺好油纸，撒上蜜红豆、低粉、泡打粉、抹茶粉，混合拌匀，过筛。蛋白、蛋黄分离，蛋黄中加入20克白糖，分三次加入玉米油，搅打均匀，打至浓稠，再加下次，将混合的粉类加入蛋液中，将糖分三次加入蛋白中，将蛋白打至拉出尖角，将蛋白蛋黄糊混合翻拌均匀，将面糊倒入烤盘160度20分钟，烤好后凉凉，切片。烹饪技巧：粉类一定要过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